有办法再举高吗？举到最高，好，握紧我，用力，用力。啊，你会用的我无？你知我啥？展瑞，展瑞，不是展龙。我侄女说，我爸爸整个溃堤式的大哭，她跟我爸一起哭，整个溃堤式的大哭。但是我听完，我觉得蛮好的，可能现在对爸爸来说有很多的不安全感要去消化，那我觉得情绪释放出来是好事。第一时间我忙完工作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其实大多数的事情没有记得太清楚，只知道当时就是很紧张，然后一直想办法要解决问题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就是取消了所有的事情，然后家人开始轮流轮班的照顾，把握这个黄金的复原期。接下来是当时在急诊室跟医生的对话，因为我也怕我自己记不得，所以我就把它录音下来。就不会再就不会再好，他以后可能会最差就是变成要长期卧床，他都不会讲话这样子。那当然有可能说之后比较改善，可以薄薄的这样。那但是他失语症的症状应该会留下来，瞳孔在左侧是比较麻烦。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消息，其实当下我是一片空白。我一片空白是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样跟我的家人陈述，尤其是我是要去转手这个消息的人。当下既不想让家人过度担心或害怕，但是又不得不把这些状况讲出来，再加上自己一个人在急诊室看到很多其他的病患来来去去，其实那整个当下就是真的是蛮恐慌的。来，你毕业。青龙毕业，比爱有办法，比爱心可以赞，这是七，比爱心赞，运动。右手动看看，有办法吗？不行，右脚抬起来看看。欸，可以动，你现在那个骨盆有办法移动，早上还没办法。左手抬起来看看，有办法再举高吗？举到最高，好，握紧我，用力。用力哦，比早上大力哦。哦，好好，会痛会痛，好，好放松。左脚抬起来看看，抬起来，好，抬到最高。好，放松，放下来。好，你左脚做这个动作，往后往前，看有没有办法左右一下。好，可以。我爸爸的恢复状况其实算很快，医生说主要发现的早，还有他的求生意志也是很坚强。在恢复意识的前几天，医生鼓励我们要多跟他说话，就算他不能回答，但是家属的陪伴跟力量会给他很多的支持，也可以降低很多病患的恐惧。当时我给他很多的鼓励，还记得前两天他基本上只能用眨眼睛回应我，我还是不断的跟他说明状况，请他不要担心，给他很多的支持，告诉他会慢慢恢复的，然后我们都在。哎呦，姐啊，老大，你卖上公务员了？嗯。而且他可以送很多。对啊，没错。你叫什么名？嗯。李青龙哦。嗯。我姓郭。你几岁？六十二。六十二哦。有对无？六十四啊。你是讲虚岁？对啊，虚岁的，就不会六十三。你63岁了呢。
你讲新婚证是六十二啦，你讲唔对啊，你加一岁。医生说可以按，但是不要太大力，就只是刺激一下这样。你俩做袂当，你稳走啦。有啦，妈妈我走了。晚安，欢迎收看我的大夜班。今天呢，轮到我值大夜班。医院里面一次只能一个人照顾病患。稍早在群组里面呢，我侄女说我爸爸整个溃堤式的大哭，他跟我爸一起哭，整个溃堤式的大哭。但是我听完，我觉得蛮好的。很多时候他们，尤其是我爸爸那一代，很多时候都说什么男孩子不能哭啊，哭是懦弱的表现啊。很多时候好像有一些比较传统的观念，好像没有教会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情绪。可能现在对爸爸来说有很多的不安全感要去消化，那我觉得情绪释放出来是好事。就像那一天，我其实也是不想要在他的面前，因为其实他听得到，眼睛是可以跟我打 pass 的，我跟他对话都是有办法透过眼睛表达。可能我就说如果是的话你就眨眼。对，那第一天他是全身不能动，只有眼睛。对，相信那个过程其实应该蛮恐惧的。好，那今天轮到我大夜班，然后我要来休息了。刚才看着我爸爸睡着，然后做了很多照料的准备。对，那现在因为大小便都是要人照料的，然后白天有一些复健要做。对，那晚上的话就是在这边睡觉，然后陪伴他看有没有什么需要。对，那轮到我去喝个水上个厕所，然后晚安咯。毕业耶、yeah. 好，起床进来了。你又睡了？你想要睡了？你吃早餐？我们来讲讲话。医生说我们要多讲话。一个三秒。你多大？你知无？台北市，是吗？嗯，是。啊，你几岁？六十。啊，你会认得我无？你知我啥？陈瑞。陈瑞，不是陈龙。你知我陈瑞吗？你会记得你刚安怎？有啊，有。啊，你会记得去讲我你的急诊室吗？你有看到我跟你讲话吗？有吗？你会记得吗？我讲，你若有听到你眨眼睛啊，你有眨眼睛，你会记得吗？有吗？有。今天呢，要来去接我爸爸出院。耶、yeah! 啊！啊，这是谁？早安，徐太太。嗯，早安。你今天心情怎么样？没歹啊，阿爸要回来啊。要出院了。先进来，别人在里面 Q， 要从里面拉。弯腰，弯腰。拿重心而已。等一下，走。把这下给你。谢谢哈、啊，好，你辛苦哦。欸、啊。任务完成，这是照顾我爸爸的看护啊，这阵子谢谢你哦，早日看护哈，辛苦你了，拜拜。拜拜。